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鸡腿特别有意思的吃法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鸡腿我们把肉跟骨头给它分离开，顶上这一部分呢剪开，然后往下一推，块鸡腿肉呢它就分离开来了，这样一整块鸡腿肉就取下来啦。把肉剥下来之后用刀背给它剁一下，要不然一煎它会缩成一团。全部处理好了，我们来腌一下，加入盐、黑胡椒粉、玉米淀粉还有食用油，然后给它抓匀腌30分钟。我还买了一个菠萝，老板已经帮我去皮了，来把它切成厚块，再取一些切小块，我们榨个菠萝汁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加入一勺蜂蜜，还有两勺生抽，给它搅匀，先放一旁。接着我们来起锅热油，把这鸡排呢放下来煎，记得要先煎一下皮，皮先定型了我们再给它翻面。先让它两面金黄，先先关火，把这个鸡排先夹出来。我们再重新起锅，把菠萝放进来干煎一会儿，把菠萝一面煎香，给它翻另外一面。煎好的鸡排放在菠萝上面，再把刚刚调好的汁倒进来，中小火焖到收汁，汁差不多收干的时候把锅给它翘起来，然后这个汁淋到鸡排上面。好，基本收成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，最后来一点白芝麻，再来个香菜点缀一下，这道菠萝鸡排呢吃起来酸甜开胃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